Gentlemen, the all-new BMW M5 launch is about to start in 3 minutes. Please be seated.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ll-new BMW M5 launch will start in 1 minute. BMW's X-Drive intelligently distributes driving force to the wheels with the most traction. Soon, it'll be additionally available as MX-Drive, which you can switch off to two-wheel drive. In the all-new BMW M5.
林副总经理为我们致辞。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Vice President of Pan German Motor Limited, Mr. Hamilton Wu. Hey, 奇怪，我平常不大会紧张，今天有一点点心脏跳动比较快一点。一般一个 speaker 会紧张的时候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准备不大充分，但是各位看得出来，从今天各位贵宾一进门就应该感受到范德公司这一次的活动准备应该是非常充分。那我为了今天的演讲也足足准备了三分钟、三个小时、三天以上。那第二种情况不是准备不足啊，而是今天有重量级人士在座，当然我现在感受到今天有各位重量级的各位媒体贵宾跟范德公司团队一起见证伟大的产品即将在此发表。我非常荣幸代表 BMW 台湾总代理范德股份有限公司在这里欢迎大家，欢迎各位贵宾的莅临，谢谢。1984年 BMW 以第二代5系列 M535 为蓝本推出了第一代的 M， 完美结合日常道路使用与赛道竞速的双重需求，赢得当时世界最快四门量产房车的美誉，为赛道而打造适合道路驾驭，完美结合舒适性能与美学，是今天我们要见证的全新第六代 M。 虽然各位贵宾，我相信都在今年的台北世界新车大展已经看过 M5 展示车，但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各位看到的只是展示车，今天各位才会看到我们结合了美学以及我们对台湾消费者喜好所选用的不一样的配备以及不一样的车子的颜色的搭配，所以今天各位将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 M5， 跟我们在世界大新车大展看到的 M5 有截然的不同。当然一个非常伟大的车子需要好的行销以及管理团队，为达成 BMW 在台湾未来每一年我们将有两位数成长的目标对 M 车款，所以呢范德公司在陆执行董事的领导之下，我们成立了 M 独立的行销团队。那今天是我们M Department 在台湾成立的第一次的发表会，所以我们给我们的新的 M Manager 施明廷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啊，一个伟大的产品自己说伟大是不会伟大，只有在座的贵宾说伟大他才会伟大。那以我们的友情，以我的产品，我相信从今天以后各位会见证，也我们一起把伟大的产品带给台湾市场。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吴副总经理。全新 BMW M5 是豪华房车与极致性能的完美结合，超强动力和全新的驱动模式将带给各位无与伦比的驾驭体验。The all-new BMW M5 i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luxury and ultimate performance. It's more powerful, and a new driving mode will bring everyone incomparable driving experiences.
现在让我们欢迎范德股份有限公司行销部销售训练副理张明庸先生为我们介绍全新 BMW M5 的极致动能。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Marketing Sales Training Deputy Manager of Pan German Motor Limited, Mr. Bruce Chang.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 Bruce， 很开心再次跟各位见面。 BMW M 是地表上最具力量的字母，而我们今天要带给各位的则是地表上最强悍的四轮房车 BMW M5。 在过去的30多年， BMW M5 站稳了高阶运动豪华房车的领先标杆。从1984年的第一代 M5 代号1268的车型开始，每一代的 M5 都再一次写下传奇历史故事。举例来讲，第一代的 M5 它就搭载了我们当家超跑 M1 的超凡动力，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车款更是每一次都将最大的马力往上推升100、100，再往上加100，一直到现在我们要隆重来迎接第六代的 M5 代号 F90 的车款，它将再写传奇并且再创巅峰。它有三项非常重要的特质你一定要知道，容我来为各位介绍。第一个就是它的最大马力，首次已经突破到600匹的大关，已经进入了超跑的殿堂了。它的最大马力足足是初代 M5 的两倍以上。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则是它写下了 BMW 品牌里面量产车的最速记录，它只要短短的 3.4 秒就能够完成0到100公里的加速，真的是非常的快。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则是它首创了 MXDrive 跑车化可调式的四轮传动系统。各位您试想，要如何驾驭600匹的马力？四轮传动会是最好的解答。因此 ，BMW M5 首创的 MXDrive， 它能够让你在四轮传动或者纯粹的后轮传动之间去做自由的搭配选择。它能够让你在弯道的时候更精准的入弯。能够让你的车子在弯道成为速度机器，它也能够调整成纯粹的后轮传动模式，让你在弯道中恣意的挥洒，让你成为甩尾之王。到底这套系统有多么的厉害，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吧。在四轮传动模式底下，四个轮胎都拥有绝佳的抓地力，让你在攻克每一个弯道都更加的精准，然后更加的有把握。它能够发挥最强大的驱动力跟循迹性。你也可以手动选择 4WD Sport 模式，它能够允许你的车尾略幅的滑移，让你享受到转向过度那种紧张又刺激的感受，同时呢又拥有不错的抓地能力。再来是所有买家最热血的需求，纯粹的后轮驱动模式，也能够让你自己去做选择。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在每个弯道都能够自由自在去挥洒，成为一流的甩尾之王。所以全新的 BMW M5 开发了全新的 MXDrive 智慧型可调式的四轮传动系统，它能够驾驭这一股非常强大的动能。那么这股强大的动能源自于哪边呢？则是一具排气量4400cc 的 V8 双涡轮增压动力，它搭配了最新的涡轮增压技术，包含了高效交错式的排气气管，包含它的喷射值能够最大达到358的压力，能够迸发出高达600匹的最大马力，还有750牛顿米的最大扭力。它真正能够落实低转速超高扭力的水准，因为只要1800转就可以让750牛顿米全速的迸发，因此它的加速只要短短的3.4秒就能够完成0到100公里加速。搭载了 M 驾驶套件的 M5 可以一举将最高的速限上探到时速305公里的境界。各位应该会好奇，它的0到200公里加速如何？跟各位报告一个数字，11.1秒是这辆车从静止加速到时速200公里的速度，可说是跟子弹列车一样的快速。那么各位应该都很好奇，这一具强大的动能，它伴随着车主或驾驶者能够有什么样迷人的声浪？那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相当热血沸腾啊。这具引擎呢，在高转速的那种高亢跟澎湃，相当的热血沸腾；在低转速的低鸣怒吼，带来一个收油门的爆炸声啊，相当的迷人。这套排气系统呢，它就是相当不错的 M 运动化排气系统。通过电子控制的阀门，你能够热血沸腾，也能够透过一颗消音的按钮来故作低调。特别在当你夜归返家的时候，按下这颗按钮，可以当个好邻居，因为可以故作低调。创新不止于此，不只是在它的动力上面，新的创新也在它的结构上面。这是第一次 M5 搭载了碳纤维车顶，能够大幅减重高达21公斤，也是第一次 M5 搭载的锂离子电瓶，能够减重达16公斤。因此，你可以想见，这一台车子有5米身长，还有4轮传动的模组，但是呢，却比上代 M5 来得更轻巧，也是同级里面的最轻盈的对象。它只有1855公斤，它能够达到更好的车身配重、更低的驾驶重心。过弯的敏捷性会来得更棒，因此 BMW 的造车理念不是只有把马力做大，我们还要一并的将车身的轻量化贯彻，才能够打造更棒、更好开的跑车。各位专注完美细节的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这辆车还有没有别的不错的地方，容我来为各位介绍坐起来怎么样，以及它有没有不错的操控系统，还有后座空间表现如何，甚至是它有没有主被动安全系统。简单跟各位报告，以上这些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请跟各位介绍这一组 M 多功能跑车座椅。从造型上来看，它就是一个跑车的桶型座椅。从功能面上来看，它有很多的电动可调，能够适合每一个身形的驾驶者。在材质来看，它搭载了最顶级的 Merino 小牛皮的高级的材质，能够完全的体现豪华跑车的这样的氛围。不止于此，在你的操控界面来讲，我们有12.3寸的数位仪表，方向盘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红色的按钮，那就是 M 驾驶模式的记忆按钮一以及二。我们有全新开发的 M 运动化的8速左支排，换挡的效率更好，然后换挡的灵敏性更棒。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进气化的可调的装置，包含在换挡逻辑也好 ，DSC 的动态稳定系统，还有你的方向盘的辅助力道。还有悬吊系统，还有引擎的反应，零零总总加起来有超过400种以上的排列组合，任君选择。你选择好了之后，只要通过方向盘上面的红色一或二的按钮，就可以轻松的记忆你的个人专属设定，相当的方便又相当的聪明。以及主被动安全跟先进互联科技，包含了最新世代 iDrive 系统，有触控萤幕，有手势控制，包含我们的半自动驾驶最上层的智慧驾驶辅助套件。以及智慧互联驾驶等等的领先车业的互联网的功能，还有 3D 远端监控，一项都没有缺少。这么完美的车款，它有 M 专属的热血设计，它有非常好的操驾乐趣，在安全科技、互联功能以及日常的使用性来讲，都是最棒的选择。所以毫无悬念，它将会是各位最具价值的首选。在台湾，我们推出两个等级，包含 M5 以及 M5 的 Racing Package。我们的正式售价分别是698万元以及725万元。BMW M 是地表上最具力量的字母，今天呈现给各位的是地表上最具力量，也是最凶猛强悍的四门房车。预祝各位今天赏车愉快，谢谢各位的聆听，感谢。谢谢 Bruce。
BMW M5。 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们，让我们再次邀请吴副总经理上台，一同与全新 BMW M5 合影。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with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Mr. Wu for a joint photo on the stage with the all-new BMW M5。谢谢吴副总经理，也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莅临 BMW M5 发表会。现在就邀请现场的媒体朋友来到舞台，近距离欣赏 BMW M5。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媒体朋友莅临与会，也祝各位有美好的下午时光，谢谢。And now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of our media guests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all-new BMW M5. In the meantime,